社区的居民们，你们好，在这个特别的时期，我希望大家都保持健康和平安。我叫 Echo， 在这里我将提醒你们一些可以帮助我们度过疫情的可利用的资源。你们可以在 Chestermere 的网站 chestermere.ca 上找到这些，包括最新的疫情更新信息以及一些本地资源。你知道吗？只需简单的将鼠标移至网页的右下角，单击 Google 图标和选择你想要的语言，全部的网页将会被翻译。请不要忘记，我们可以保持社交距离、洗手和网站上其他列出的其他措施来阻止 COVID-19 的传播。我们一定可以做到，保重。